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陆神王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特殊的英雄 PK， 对战的双方是凯隐加亚托克斯 VS 狗熊加奥恩，到底是战士更加厉害还是坦克更加的强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战斗一开始，双方就各显神通，狗熊大招进场配合奥恩大招，两个全部击飞。此时的战场我们可以感受到奥恩和狗熊的坦度真的是非常的高，剑魔一瞬间就被打成了残血，而且凯隐的血量在经过一套技能之后也是见底了。然而没有想到的是，凯隐大招过后不仅成功的击杀狗熊，自己的血量也回满了，最终战士组赢下第一回合的胜利。紧跟着第二回合的战斗也是正式开始，这一次双方不仅可以使用英雄技能，还可以使用召唤师技能，有了虚弱的限制，坦克的优势看起来更加的大，非常轻松的杀掉剑魔。此时场面上又是剑魔一打二，大招过后的剑魔也是恢复成了满血的状态，但此时虚弱的效果已经过去，剑魔也是越打越勇，最终在一丝血的情况下成功的反杀掉了狗熊，以2-0的战绩维护住了战士的尊严。